大家好，我是小爽，今儿给大家点亮出门儿，今天滑大姐姐，滑大姐，俺俩高兴，真的高兴。因为哎，俺姐姐一两年光给外边了，干这玩意买房的嘛。我比较忙，干干也是比较忙，平时也没时间去开房。俺爹去年过年的时候没回家，我爹了，外边工作也紧，然后事儿也耽误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姐一家人都来家了，赶紧去俺弟弟开房一。因为毕竟婚姻是大事儿，房是必须要有了。走吧，去开个店里房拿着好吃的。找好媳妇呀，买好媳妇了。你弄啥买一百的回事给他买好了，不管他事儿了。不，买个好楼层。买好楼层。一天挑的，你老挑了。给人家买楼层没有好了，你还是，哎呀，要东屋，要姐你。该在里放着，咱俩真挑挑你挑挑了。现在给孩子买房，咱还得，咱还得买一。是吧？你光真的是啥也是好楼层啊，啥也是好的呀。那个考不好孩子知道的，孩子考上都是好。爹，俩闺女陪你行呗？行，走走吧。我那都给我掏钱了，行呗。这边这个户型是二楼的，光只占二楼了，户型还差不多，但是这个这边的，哎呀。看着那个户型，年底弄完了，小户型了。我看那个挺好看的。你户型，你个户型倒没了呢，也都没了。嗯。这个格局咋样的？这个格局是136平的。嗯。其实总体来说，其实这个还算宽敞。还算宽敞。现在你看，厨房、客厅还有哪吒这一体了，感觉这个格局看的不是说特别通透，感觉这两道墙是堵了。是我爹，这边小了多了，住的136平，不小，但是不知道咋回事。136，那是140，感觉挺大的，就看着那，不是俺这一人130多，130，就看着那种那好啊，那大宽敞。只有顶楼和二楼、一楼。这个呀，那再开两间吧。再开两间。啊，对。你看这户型相中了呗？相中了，还不错。你今天还没进来开了。开了这个楼层啊，都是15号楼，都是一进门儿，对吧？那边最合适。6号的话不就10号？10号最贵楼层16层。看看有人家人写的。哎，多少钱？你再去做对比，对不对？走。加上车库啥的，这个价算是6368，对，一平。这是139平了，这个大的爹，比你还大。嗯，这你看，这个真大哎。一边是相中了是吧？更相中了。然后他这个户型咋回事啊？这是柱，柱到时候他这个墙了，他也能搭上。我在底下箱子，如果你转左圈，他等于整个这个柱非常通透，而且还大利索。把门儿换那边是吧？嗯，然后这边整个书房，这是孩子的卧室，那边是父母房，摆好。来，把这个弄啥给拆了，把这个卫生间给它拆掉。啊，你在那再给他规划其他的地儿，正好这边是不是爹？他说书房，他说书房整个是吧？对，整个卫生间。嗯，对。这个房不便宜啊，爹。这还是这139平。139平。还是贵了，还是羊肉了。嗯。还是几层人？3层。啊，3层。3层正好，我也是3层。啊，你是3层。他一共总高是7层，样房，现在是3层。啊，几正好是不是？这单中是吧？嗯，行，不来，行。跟你那还大呢。没事了。那这照这相中了。电梯对，人家这是一梯一户，你这个你这是自己的电梯了，那东边往东边刷卡的就得，啊刷肯定刷，不刷就是，啊，我来这封了，这一整个，那到时候对，叫封了，对，现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这边这个位置都是在自己的位置是吧？啊，因为他这个楼梯是个那块的，东边户是东边的，西边户是西边的，楼梯谁家到谁家。啊，知道上一人往这儿包活着了，是吧？对，知道是自己买的啊，这自己买的，是不的？光奶奶你都睡自己的了，6000多了的，压力山大呀，6000多。这些一万是6000的样子。你不差那100块钱，你。那别那别不差100块钱，你看那别一身上就相中了，怪到一身上。那爹。这边真相中了，这挺好。啊，这挺高兴的。现在平数交了。再爹说那个真念念了，这一到这大庆了，感觉人家这挺好了。再爹还觉得，哎呀，心里边称心如意。再爹刚刚来之前是啥是吧？这跟俺嫂买房了，要买都买俺儿相中了。
就是世界上好父亲。然后再酿出来一杯一回事儿的，哎呀。良心有货，辛苦一百的灯，我先讲了，大家介绍一下。